衣、穿搭，所有这些，所有这些信息，会让你的人生产生翻天覆地的改变。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绚烂多彩，都是那么在不断的变化中，所有的那么一切都是那么值得被珍惜，而没有抱怨，没有指责，没有恐惧，不要沉浸在你的那个生活圈子，那个每天的做的那些繁琐的事，不断的问你的心，那是你真正想做的吗？那是你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吗？还是因为你认为，或者说别人认为你应该有的生活方式，是这样吗？别人是谁？你说不出来，是社会，是舆论。如果你抛弃他，你会受到指点，你会被人可能议论。你要在你的心给你指的路，在这条路上，你会发现这条路会越走越宽广，越走你会越坚定你的步伐，因为那是你应该走的路，你会向你的灵魂期望你的越来越近，你就会越来越想做自己，只有。你才会发现你的创造力，发现你的想象力，发现你所有一切你不能想象的，你认为不可能的事，都会展现在你的面前，都会成为可能。你不再为年龄那些画在你身上的那些 label 那些标签所束缚，你是一个自由的灵魂。当你做自己，当你用心去感受，你会跟你真正的自我同步。当你这样做的时候，所有的一切都会变色的。你不会再为生活烦恼，你会充满了创造力，你会有那么多的念头去创造生活。是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，你不会再被生活、关系、父母与孩子的关系、夫妻关系、男女朋友关系、兄弟姐妹关系、家族关系。
认知相反，意见教条，所有那些不在你身上的那些束缚，你都可以不要，你更可以让他们。让他们离开你的灵魂，因为他们不会再对你有任何束缚力。当你这样做，你再也不会回头，你会没有恐惧，就算一个人，你会觉得。你还会觉得无助吗？你会有那么多、那么多的动力，不知从何处来的动力。你会愿意跟所有的人分享你的感受，你会希望他们也去做这样的尝试，然后你会发现。你的追随者，你的同伴，他们会告诉你，他们也做了同样的决定。他们放弃了那些观念，他们让自我飞翔。